马叔，马叔，起床了！妈妈，我再睡十分钟。嘘，这个时候怎么可以睡觉呢？小玲彩虹之歌舞蹈大赛5月29号就截止了，选上的话还可以得到礼物呢。什么？那我们得好好准备了。操！怎么搞？这好别扭啊！这个简单。手高点，快点，对着。嘿，嘿，操！嘿，嘿，操，操，操！嘿，啊，啊，好难啊！太难了。什么？啊？小玲说给我们大家发了视频。发视频了？那我们赶紧去确认一下。好 ，Go Go！小玲彩虹之歌舞蹈大赛是我们魔法世界主题曲舞蹈的模仿活动。参选呢就在5月29号截止。那么5月31号呢，我们就会公布获奖名单了。没错，那么届时我们将会有玲玲的玩偶、魔法世界的裙子、记事本等多种多样的礼品等着大家。哇，那现在让我们一起看看大家的视频吧。好啊，来，我们来看第一个视频。第二个好朋友。首先，这个拍摄角度好专业，对，角度很专业，全身都露出来。他最后一个动作做的对，哎，那姿势好标准。对，还没有做完，但是还是，说实话，对，时间的动作没有做完，限制。他也做了效果，对，还穿了裙子，公主美美的出镜，公主裙。哎，这个跳的我觉得不错，不错不错，对吧？第四个，这好像在左三圈右三圈，但这个小朋友有点害羞，对，有点，好像看了旁边的，可能是妈妈或者爸爸。然后看最后一个动作，这个的话手举得太高了，有点，对，有点举高了，对。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五个视频吧。是爸爸吗？这个是还是？这是位男生，对，是小朋友的爸爸吗？应该是我们小狐狸的爸爸。哇，好可爱！他用了一个慢动作，对，狐狸的整个效果。好可爱！我觉得对，因为应该是位爸爸，应该是个爸爸，好可爱，我给这个爸爸鼓励鼓励，应该是女儿在旁边逼着他爸爸跳，跳，我要礼物，我要要礼物，对，爸爸你跳，辛苦了这位爸爸，棒棒的，哎，这个年龄好像是大一些的，大儿童，对，他加了滤镜，然后就那个道具的，哎，不过他的动作还是。上身的动作还是比较整齐，是比较相似，还可以。这个跳的还是很还不错，对，很规整感觉，对，好像是比我们俩好像厉害一点，上踢。哎，这小朋友的发型很可爱，对，他在上面加了一个小猫耳朵，看见吗？他年纪比较小，对，年纪应该很小，他也在看父母，对，他也是在看旁边的爸爸妈妈。好，最后来个爱心，爱心可爱可爱，感觉这个有点专业的感觉，这个好像是有装备的。这很专业，很专业。这是学舞蹈的吧？哇，这个厉害。这个很厉害，比我们厉害，掌声！哇，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位小朋友真的666666666，应该是学过舞蹈，我觉得是有一定基础。这个律动性也是比较强的一位小朋友。他刚转了，最后是还有一个妹妹，好像是。我以为是妈妈出来，最后好像是妹妹，我感觉像。一个是帮她拍完之后，然后就是我也想跳，我也想跳，到我了。
他应该是也学了好几遍哦，能感觉到跳的比还不错。对对对，他其实应该学了很多遍，对，努力努力努力，有学过，嗯，最有认真练习的，应该是对。哦，这个还好像打扮了一下，对吧？是，很正式哎，扎了个小马尾，嗯，拿了个小发夹，嗯。哎，我觉得他们每个人做这个动作跟这个动作都比我们好看，因为我们很优美。对对对，我们是不协调吗？我们有点像那种。就是我们来不来一遍？来，一二三，走。那个，哎呀，好丢人呐！你们厉害，嗯。这小朋友是，然后他也是把动作速度放慢了一些，是。哦，最后一个动作很放得很开，嗯，最后动作打得很开，最后一个动作，嗯，很不错，还是。而且角度都是一个很像，是，哎，他很活，他动作很大，啊，他应该速度加快了很多，哎，对，哇，他最后还跳起来了，嗯，哦，这个，哦吼，不错不错不错，动作很大，嗯，哇，后面还放着小林玩具的背景，对啊，这个是有给自己有个加分项的，哦，嗯，对。哇，这个很用心哎，这个拍的，嗯，后面是定住了小林玩具那格，对，小公主，哎，还可以，其实是跳得很不错，嗯，最起码很用心的准备了，对，对吧？很棒，他的嘴一直是看笑着的，嗯，很可爱。哦，他是在。自己床上跳的吗？妈妈的床上。他其实学的还可以。对，只是床限制了他的发挥。我想他的表情，嗯，一直像哦哦哦哦哦哦哦，哇，这小朋友应该就四五岁吧，嗯。好可爱。我感觉他的爸爸妈妈应该在旁边，你这样在教他这样跳，对，对对对，一直看着外面，对吧？嗯，哦，肚子小了 ，Rainbow。哎，又来一个男士，这是个学生，学生，对啊，是学生，是爸爸，对不起，我看不清楚这里，啊，他跳得好快哦，他最后，他最后有个螺旋，男生就是不一样，啊，没错，嗯，哎，他用了分屏哦，这个视频，哎，对，加了一点小创意，嗯，掌声，哇哇，刚才看了很多小朋友们的视频，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用心，非常的努力。没错，我们必须说，你们每一位都比我跟坤坤强多了。嗯，那么送两个字吧，加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参加的小朋友们呢，抓紧去小林英语 APP 里面上传你们的视频吧。那么小林英语 APP 在应用商城就能下载到，赶紧行动起来吧。苹果系统、安卓系统进入应用商店，搜索小林英语，点击下载，下载完成后进入页面，即可在首页活动详情里面查看到小林彩虹之歌舞蹈大赛的详细参赛说明啦。没有错，马叔，看了小朋友们那么多的视频，我们要不要重新拍一个呀？必须的。小林魔法世界彩虹之歌舞蹈大赛，5月10号到5月29号，快来和林可家族以及萌娃们一起舞动起来吧！精美大奖等着你，还在等什么呢？彩虹之歌舞蹈大赛的冠军，也许就是你哦！准备好了吗？详情请见小林英语 APP。